由于台江具备强风、艳阳等天然条件，拥有良好渔盐产业的发展潜力，加上早期福建、广东移民大多靠海为生，生活习俗与海洋有密切关系，成为今日台江国家公园极具特色的产业文化。明郑时期的参军陈永华在台南沿海开辟了第一副盐田，奠定台湾盐业发展深厚的基石。